游行啊，游行米姐姐，那游行，游行米姐姐还要有吸引力，我的天哪！台湾下雪了，下雪了。感谢清风，感谢清风的鼓掌。原来他们都在等这个游行，难怪没有人要理我。下雪啦！任务完蛋，我也觉得任务完蛋了。Hello， 现场的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听到我们的圣诞今天呢，是要我今天还要做任务吗？疯了！大家都来这边看游行，没有人要理漂亮姐姐啊！